大家好，我是芳姐啊，今天继续在乡下套宝物啊，这里的老板都不在家烧古董哦，烧老屋建老古董啊，老烧老宝物的有没有个古董烧吗啊？哎呀，哎，这里一个阿姨在这里玩呀，也是蘑菇古董啊。哦，也是这样子的了，我们是烧那个老时候的，是蘑菇古董的，所有那个老时候的那个提床啊，那些藤书啊、提书啊，你们过去老爷爷他们。上一辈用的东西，我们都要的，那些老亲戚啊什么的都要的。爷爷是老他家了，不能再接了我啊，搞的，你才，我现在整个家里没有用了。哦，这个有东西是吧？家里有东西。那个啊。啊，可以，哎呀，这个啊。啊，等一下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刚才有个东西，好的，家里面有个东西，拿进去。这里运气蛮好的，这个阿姨说家里有古董，我在这里等一下她，她去找去了。这个东西拿的，那个有木有？这个东西拿的，看一看嘞。哦，那我先看一下，好吧。这个东西，看一看。哦，年年找出来了啊，好吧。那我先，这是一些玉石啊。嗯。我先看一下啊。这个是个盒子，盒子上面背了一个小猴子，意思就是说，但是这里有一点粘了，哎呀，这里烂了一点啊，粘得太久了啊。这是一个这里稍微有一点粘。这是玉的，寿沙石的，这个也是你们家祖传下来的是吧？是啊。哦，那你为什么不留着这点？哎，没有用了，那小孩了，那他没有用，放在家里，早卖掉。哦，小孩他不喜欢这老东西、不喜欢这个东西。对，这里还漏了一个框啊，这是一个鞋章。这是一个猴子，它的你们家当时候还是很讲究的啊，这就是一个代代封猴，就是它意思就是每一代就是都有能够封到猴，那个时候有钱的人都是这么讲究啊，对，这样子，哎呀，这个两个东西啊，我已经看了一下，你愿意卖给我吗？多给你钱，愿意卖给我是吧？愿意卖给你，多给你钱。晚上放在家里没有用。那你意思想要多少钱？大概要多少钱？我要多少钱？我再多一点，多点好了，多点。那是多一点了。那大概有什么价位了？反正你这个也是因为这个，我看了一下这个东西都硬了一点啊，都烂了一点。给一千块钱就喽。一千块钱这么多啊？你啊，给就一个一千。一千块钱就是这个老时期的古董啊。老时候的古董。这么贵，古董就是贵的是吧？阿姨也好，她也要价不高啊，两样东西，一起要两东西的，一样东西也要，一样东西只有500块钱的，十几的，那行了，阿姨，您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这个做瓦布的也同意了，好吧？就是一千块钱成交，好不好？那我把这东西放到这里了啊。好。我就把这里就放在这里了啊，我就给钱给你啊。阿姨，你把钱看清楚一点啊，收一千块钱给你。来，把钱看一下，数一下，没事的，多面把钱数清楚啊。那我就把这里收起来了啊。到这您长命百岁啊，身体健康啊！好了，你来了，好啊，好，一等一等，那我把这个收起来了啊。感谢您了啊，那我走了啊。大家好，芳姐今天下乡的时候，在这个阿姨家里面啊，阿姨特别的好，她直爽，
因为他说这些东西他的后代也拿来没什么用了，愿意让利给我。这是一个清代的寿山石的代代封猴啊，两个猴子背在一起，工艺都是镂空雕的，还是跟这个寿山石的章子应该是一套，也是一个主人啊。感谢大家的关注了，这今天的放姐还是结了一点小漏，喜欢放姐节目的朋友可以点个赞点评，欢迎大家多多点评，感谢大家了，谢谢大家，下期节目再见。